我叫埃格斯，来自俄罗斯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北京的首钢园区，我们今天参观北京的冬奥组委会，我现在特别激动，真的迫不及待看到明年的北京冬奥会给我们准备了哪些惊喜，一起来看吧。今天我还特意带来了一个冬奥会主题的口罩，这是学校给我们北大留学生发了这样的口罩，因为我们最近也参加了一系列冬奥会的活动。形成最期待的一个部分，现在我们要去参观北京的首钢园区的滑雪大跳台，特别期待。比我想象的要高要大，真的好想看运动员们从这边滑下去。我的弟弟是专业冰球运动员，然后俄罗斯也对冰雪运动也一直很关注。这次来到中国，我即使没想到在温暖的中国也对冰雪运动这么热情，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带我的弟弟到这边来看看，感受一下中国对冬奥的热情和热爱。